现在我们就要有自信一点，请选择空白项目。这样有没有很担心？应该不会啦哈。来，我们既然是空白的，你可以来这里看一下，这个地方啊，有没有个替换场景？左上角这里有没有？哎啊，如果你觉得还要替换场景也麻烦，这里有个新建场景也可以，好，你从这里按一下也 OK。各位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呢？现代场景，古代场景，乡村场景，这样有没有信心一点呢？点一下，这样可以有好的开始了吗？对不对？不要老是用人家范本，我们这样简单用一下就好。好，然后你看右手边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，哎，这个其实它有动画哦，它进来你看，有的有动画哦，没有，这里没有动画，嘿，这里没有的。好，我找一下我们右手边，图片没问题，它也有很多的范本，有没有？这些呢，你要哪一个，你就可以自己找，所以它的东西也很多，你看有人物的，点一下。所以它的素材都是从网络上再下来。好，你要这个你就点它一下。那它都是向量的，所以放大缩小怎么样？不失真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。好，你可以用这样子。那它最大特别跟刚刚云端的不一样的，不是只有这个，它最大特别在这里，它有角色。这个我们刚刚讲的，其实免费的有送八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送八个。那最大差别在哪里？在这边，你看一下，我把它点一下，微笑的，说话很无奈的，知道什么叫角色的吗？也就是里面会有怎么样，很多同一个角色不同的动作，这是不是刚刚上面没有的？对不对？激动的说话，还是你要哀求的，拜托一下啦，有没有？你最近没有常在路上给人家拜托吗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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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看激动的讲话，点一下它，好，这样就进来咯。点它一下，好，看一下这里。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里有没有女生的白领？那它会进来之后，这个有没有就看起来有点熟悉的感觉？进场、离场，只是它的离场后面是一直显示嘛，代表虽然我没有拉到后面去，还是会看得到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，好，一进来这样一直显示，那它是有动画的。哎，这里看不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里应该有啦，等一下我们预览应该会看到。那如果你觉得进场不要这么平淡，点一下它，应该是点两下啦。有没有看到更多的？这样会不会太夸张？刚刚只有进场、离场跟强调，这里更多。所以呢，对你看看，爆炸入场，不会啊，我比较喜欢手绘的呢。你看，连手都可以选不一样的手，还可以用自己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拍好了、去备好，用自己的也可以哦。你看，我按一下确定，我们 play 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这样画出来？还是你觉得云端就好？好，你再看一下咯齁，这样有没有很认真的画出来？可以吗？简单的齁，啊，后面一样啊，这个你会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一直显示，还是要做完了就离开？还有很多呢，有没有发现比上面更多一点？你要这个按下确定。它试看看，颗粒消失，所以如果你要变身，有没有消失换人？所以这样会了吧？很简单哈、哦。所以你看我们右手边这里，你从新的档案开空白的，这样有没有任何的害怕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只想试看看的。那我们要再介绍一下语音的部分给你先看一下。刚刚是不是介绍这个？你看你往下走，往下走。音乐再往下走，
啊，不是在这里，抱歉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忘记了。在这里，如果你要搭配声音的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叫语音合成？来试一下吧。哎，提醒大家一下哈，国际版就没有这些，国际版没有语音合成，因为语音合成都是中文的，好，都中文，所以国际版用不到。对对对，你看有什么语？普通话就有这么多人，粤语还有童声妮妮，还有英文的，唐老鸭的，还有小新的，你看有没有河南话？哦啊，台湾小林，这不知像我不知道，哎，你就可以看一下哦，你要小心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小心一点，点到这里，你看我就把我的文字放进来，噔噔，放到这边贴进来。好，我们就可以试听一下，看小心会不会小心。也可以轻松做个 Motion Web 动画设计师。哦，有像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你要叫他讲快一点，讲慢一点，随便你啊，你就按一下应用。你看语音有没有进来了？有了哈，那我们就预览一下好了，这个我就丢掉了，对不对？既然用不到，删掉这个场景，我就预览一下。你也可以轻松做个 Motion Graphics 动画设计师。这样 OK 吗？换你啦，换你啦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有信心一点呢？不要老是用人家范本，好不好？一点点就好。